本女团在出道演唱会时，在舞台上玩起遮掩吃昆虫，猜吃的是哪种虫的游戏，事务所知道后发怒，两天后将他们解雇。日本女团 MADDOG 由莱梦心爱赞艺，莱梦与抹茶拿铁力修抹茶力修人平和美人平四人组成。日前他们在出道演唱会上玩游戏，由团员江宇的眼睛遮起来，并拿出可独角仙喂他吃，要他猜猜看是哪种昆虫，而与吃下后也成功猜对。没想到这举动让事务所暴怒，就算MADDOG 在涩谷下跪道歉也没用，在演唱会后的两天就将他们解雇。被事务所抛弃后， MADDOG 说他们绝对不会解散，会想出新的活动企划，像是成为偶像度博之类的，而详情会在20日的演唱会公开给粉丝知道。网友看到这女团的行为，纷纷留言，偶像真辛苦，为了博知名度还要吃独角仙。我对这团开始有兴趣了，这对只喜欢看泳装的偶像宅是难以理解的，太狂了。即时新闻中心综合报道。翻社自 MADDOG 推特日前举办出道演唱会，翻社自图被在舞台上吃独角仙，翻社自图被然后就被事务所解雇了，翻社自推特下跪道歉也没用，翻社自 MADDOG 推特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。